就是牛肉粒串，一份有两个，然后一份18块，也就是说串的话是9块钱。那他给他吧，我就去。我要吃。不要骂人家啦，小心起来。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哦。我要也是不错的，你看能透明吗？不要了。是我们同事吗？我感觉是你，不对。我们俩在一起绝了，一个不懂，一个乱说。你跟刘秋雨会打起来。脚带贴根本就都不对，咱俩就不要了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是呀。那算了，不要花钱了。小菜呀，没有他们的套餐，不想吃牛肉串。那他们的套餐本来就是小菜。我要改单，我要记录我们这一道的飞票。这一轮还没来呀？倒水呀、啊，就不到。快点！好的，那边有，我都带了，后面。你们没有方便坐这边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说一下啊！不然这样太难吃了。好不方便，不方便吃。就坐这边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坐这边吧。那坐到这边哦。我来帮你端菜，你过来。好多油。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就是吃肉你不用油很多，但是吃菜它油一定放很多。你好，还有个鸡腿没上，还有鸡腿是吧？稍等一下，这鸡腿放一下。现在你一个人坐好一点。好。这牛肉啊，咬一口还蛮多。是外焦里嫩。太雪了。
发现正确吃这个牛肉汤的方式，因为它的这个蔬菜太油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用刀叉比较好。因为我当时，因为我点了一个西多士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就给了我刀叉，但是先放一点。我觉得正确吃牛肉一串的方法是把它给弄出来。它那个蔬菜很多油，不小心就会溅到我。这样子还是需要用叉子来吃比较好，叉子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。西多士还是西多？
西多，西多士。然后欢迎光临主播这边，美女慢走啊。这是西多士，13块钱一份，看起来分量还是蛮多的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口感怎样，口味怎样。西多士，它有草莓味，但是我点的这个是原味。好久没吃叉子了，都不太会用了，咋办？左手叉，左手叉，右手刀。喜欢吃西式餐点的，我就觉得有点小小的痛苦。我以为豆腐形状差不多的，它实际上就是面包吧，西多士。我觉得建议吃这个时候需要减杯饮料，我觉得有点腻。你看看，是面包吗？不知道草莓味是什么味道的，再试一下。我吃了两个，嘴里有点稍稍有点腻了。这是他送的饮品。我第一次吃吐司吃这么多，我第一次中午吃吐司。
稍微有点腻，所以我倒了一个柠檬水，一个小吃，酸笋，中和一下。幸好当时我们弄了很多，秉承了不要浪费的原则，就一个西式多跟牛肉串，西式多跟饮料更配，跟水不配。这个七十多真的是，建议一个人去点这个，这种还是要属于共享的，零食，一人吃吃撑了。那鸡蛋包子挺漂亮的。
当你吃到了，但是你如果不想浪费的时候，就只能认真吃。哎，我觉得牛肉粒串很好吃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牛肉粒串是好吃的，吃多是有点多分量，但还是有可以。是打卡就结束了，牛肉粒串真的很好吃哟，点一份吧。